现在在台北市重庆南路，就前面快要上中正桥前面这里哈。刚刚我们从和平西路右转过来，那原本这里是有一个高架道路，重庆南路高架桥，然后在前一阵子过年的时候哈。除夕小年夜到初三的时候，市政北市府在很短的时间哦，把它给拆除了，然后也立刻就铺上了柏油哈。那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直接从重庆南路就这样子接上中正桥，就那个没有再看到这个高架道路了。那之后这里就会新建新的中正桥哈。然后新的中正桥通车之后，这个旧的中正桥就会开始进行复旧，也就是会恢复到日本时代的川端桥的样貌，会把后来在战后两边拓宽的部分把它拆除，哦，然后就会回到原本这座桥在大概1937年的时候所刚落成的时候的那个样貌，然后它就是变成古迹了。那之后旧的中正桥就变成只有行人跟自行车可以通行，那其他的汽机车就要走新的中正桥，大概在3年到4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工了，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哈。那今天就为大家拍摄记录这一段，就是重庆南路高架道路的拆除之后，我们从重庆南路直接上中正桥往永和的这一段路的一个实况。好，那就到这边为止啦，拜拜。好，现在要从永和走中正桥往台北，那现在从永和路这边上桥，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台北那一端在重庆南路高架道路拆掉之后的一个景观。所以现在中正桥到台北端就直接接重庆南路，然后就再也没有那个高架桥的那一段哈，就没有不会直接走到那个和平西路那边那个路口。好，我们现在下桥啦，前面就是厦门街114巷口。好，那今天这一段中正桥的这个在重庆南路高架道路拆除之后的一个景观的记录就拍摄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张哲生啊，我们现在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今天是2020年2月3号，现在是下午4:46。好，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拜拜。